这是战前将士残魂对现任大将军纪言的评价。那小子的确是新任里出类拔萃的精兵，可他才上过几次战场。长官，你左切居然把我们队的指挥权交给他，真的能行吗？退还是少，他会怎么选择？没得选，再退就退到荆州城了。只有守住，才能争取更多时间。谁来守？怎么守？都是问题。留下来守的人，估计是再也回不去了。如果真要用命守住防线，我会留下来的。不然后方的压力只会更大。但他真的能那么果断，做出判断吗？为了保全更多人，必须死守防线。这是现任将军纪言与前任大将军哥舒林的正面对决。医者无方救人，武者无力指战。纪言，你真的认为自己有资格担得起这一声将军？听我，你拯救得了这哀鸿遍野吗？将军，别丢下我！看呐，你改变得了这尸山血海吗？将军，救救我！爹，多亏了你。军令如山，胳膊可绑得住，不许撤退！爹，别再向前了，救不下他们了。战场之上，我从来不是一个人。选择与长夜同行，我从未后悔。雨停了，夜归，随我行军。这是战后民间说书人对弯刀之意的评价。小友原来是好奇这弯刀之意呀。都说这说书呢，难免带点主观色彩，得为了故事的跌宕起伏服务嘛。唯独这弯刀之意，咱是不敢妄加评价，只能主打一个还原历史，原汁原味。但仅是复原这段历史，就足以让人觉得气势磅礴、惊心动魄了。那哥舒将军真就是那十恶不赦的罪人？纪言将军又真岂是那般完美无缺？突如其来的天雨，觉得所为和行动的时机，其中深意，全待后世人自行评说了。那究竟是罄竹难书还是跑路将军？两者到底孰对孰错？